86版《西游记》导演写的《敢问路在何方》，里面有一张《龙驹悲歌》，是关于白龙马的。白马原本是草原上驰骋的军马，因为剧组需求被解除军籍，卖到剧组拍戏演白龙马，从4岁拍到9岁，过程辛苦又危险。杀青后，因为剧组人员都没有养马的环境，就把它留在了影视基地。结果影视基地的人为了赚钱，让白马每天在景区超负荷接客。1995年，杨洁导演去探望白龙马时，发现他瘦骨嶙峋，毛发肮脏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精气神。杨洁导演看到白龙马如此下场，就和影视基地的领导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，能帮忙把我们的白马照顾得好些吗？他是有功的，西游记有他的血汗。对方答应下来的时候，却还说了一句，现在够好的了，马活不了多久，也该差不多了。杨洁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段的时候说，这句话使我寒心，有这样的想法能好好照应他吗？杨洁回去之后还写了一篇白驹悲歌。97年，18岁的白马就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悲惨地死掉了。